九年，汉灵帝驾崩，斗争与杀戮席卷洛阳，波及天下。八月，董卓入京，独揽朝政，公卿士卒不从者，尽遭屠戮。有天命加身，我当顺天而为。天降大任，遵命。勾结乱党，一同身居要职，却不便忠奸。今日关某定要灭尽你们这帮国贼。归宗，你在劫难逃。遵命。万法归宗。在下一直董卓。班师回营。
敲鼓法必胜之道。此计可行。阁下世代执掌此地，在下随义兄南征北战，遵命。万法归官家的志士，肩负日月。